是一个没有节目的人，没了节目，但代言还是满满啊。鬼鬼吴映洁25日出席家电活动，本人现身，当然要来问问他退出《害营业中》第二季的真实原因啊。自己想要缓一下，因为我怕我没有办法表现得很好，所以我自己想要停止，然后整理一下自己，加上我还想就是我还想要创造更多自己表演的机会，因为我还是蛮喜欢表演这件事。他们说是因为档期的关系，时间的关系。时间，但因为我本人说了算数，我今天讲的就是扎扎实实我的发言。亚纶有私下传讯息跟你说啊，他真的很想你。但是他有表现出来啦，就是他最近的行为有点不太一样，他最近常常会问我说你在干嘛。两人感情是真的好啊，而最近鬼鬼晋升拥有四间房产的小富婆，但大家最在意的还是这个。男主人吗？没有。别人哦？没有。岁吗？我是几岁？对，讲自己用的枕头讲自己暂时的男朋友。我睡觉的时候习惯 M 字型。哦， M 字型。你们这些记者耳朵都有毛病是不是？我是有男朋友，他就在睡我旁边，但是有男朋友等到时候有再跟你们讲。骗人，你骗人哎！对啦，结婚才会讲。谈恋爱都不算啊，你有地址跑你的线。好，你们现在越来越聪明了，你们都有档案记录对不对？我结婚才会说。那你前男友送你家电吗？突然 太久没面对你们，不知道怎么回答。没有。他如果 OK 的话，我也 OK 啊。